先写这笔非常夸张的一个起笔动作，其实它是一个撇画啊，或者叫竖撇，但是很直很垂直，末端呢收笔位置是有一个小幅度的回锋动作，所以它是个回锋撇。回锋上去干嘛呢？找到它的起笔位置，转笔度方向下来，然后往左往下再圆转，右侧衔接下面这个短横短撇。好，收笔出锋，顺势带到右侧上方这个位置横画，也要有扛肩的角度，按压之后回正，然后里边在这儿起笔写竖。这里是个大臣的臣字，对吧？写这笔的时候看这个空间的大小啊，点画集中在左侧，对吧？整体字形集中在左侧收紧，然后从这儿收笔之后往上带，斜钩是主笔啊，立分换面，伸缩手指的动作，注意方向角度、斜度啊、长度，末端由重到轻，笔锋立起来了，换面向上，直接出锋，然后找到撇画的起笔位置，转笔度方向往左往下，接下来是空中的动作，顺时针到右侧上方一点，原路回正笔锋即可。